队长，请跟我们讲一下茶系的情形。本分局因应茶系地下金流与氢源转氨渊源，先报辖内竹林街一处工厂已是藏匿职业工厂，且有派去越南新著名的群聚违法赌博行为。本分局获报后，立即组成专案小组查清，搜证后随即申请搜索票，由本分局及保大地理小组成员携带装备，于凌晨一时拂晓冲击公签，当场查获王姓负责人及王姓亲属人员以及把风人员，现场赌客总共31人，并查扣天九牌、骰子、抽头巾等相关证物，全案依赌博罪及社会秩序维护法依法送办。本分局连续破获职业赌场，展现打击犯罪、维护治安决心。职业赌场是治安毒瘤，容易衍生帮派、黑道、枪械及押讨人、讨债等暴力行为，影响社会治安。呼吁民众如发现周遭有任何可疑，请立即拨打110报案专线，或与辖区派出所联络，共创优质安全生活环境。你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？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关键的理由：有中天，有真相，只有中天不畏权势，敢说真话。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和我们一起说真话，守护台湾。多一个下载，就多一份力量。